把它泡凉水。再煮一轮。再泡水。行，泡冷水一个晚上。可以的。憨仔，今晚去鱼？对呀、啊。很久没有去过鱼了。对，你去拿点芭蕉芯出来。好，泡水啊。哎，先将花泡水。对，我放点生姜跟辣椒进这鱼肚脐里面。对，开始煎鱼了吧，老贾。好，锅边下鱼，小火慢煎。闻到香味没有，老贾？闻到了，是不是闻到了？给它翻个身，叫你去拿那些鲜椒花过来。好。鲜椒花。好，放在这里。拿点葱花过来啊。好。放入鲜椒花。加水焖一下，加点蚝油，加点酱油，放入葱段出锅。打饭去，老贾。好，我去打饭。开吃喽！不好吃啊？好吃吃点，不好吃吃点哦。不好吃啊？嗯。